我折腾不起了，宝贝儿啊！汪小菲各司其神，展开两岸一家亲，共吃一串糖葫芦。觉得要去北京，我会施出善意啦。终于等到你，还好我没放弃。幸福来得好不容易，才会让人更加珍惜。哎呦，这是什么神展开嘞？葛思琪多次泄露汪小菲婚内出轨黑历史照片，还杀到北京准备提告张兰诽谤。16号，葛思琪到汪小菲餐厅吃饭，汪小菲竟然直接现身，画风图片还冒出粉红泡泡。彼此交换善意后，汪小菲发文说：“昨天小葛来我店里，我见到他很开心，两岸一家亲，一笑泯恩仇。”我看他在我店里直播，我就赶紧过来看看，然后也欢迎他过来北京，咱俩以后啊，化根哥为玉泽。你手都露冰啊？我走过来的啊，真的啊，公司离里面很近。对，小飞哥的手很韧的，是真的。咱们一块儿吃吧，我请你吃点招牌菜，别光吃酸辣粉，好吧？你要跟我一起吃饭？来都来了，一会儿吃个饭。你得吃一块，这是你请我的，这个是小飞哥吃过的啊。咱们没有仇恨的啊，对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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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仇恨，对？咱们两岸一家亲，他一半我一半，好不好？哇。你吃过特别好吃的，今天见小葛挺开心的，挺帅的小伙，咱俩都觉得互相都还不错，是吧？咱们干点正事儿，利用你的这个在台湾的影响力，多推广推广麻辣鸡的菜，多夸夸我。我真的还是很难想象你在我旁边，你都出汗了。这个事儿也没什么大事，对不对？小葛也监督了我，鞭策我成长。没有啊，你别这样。我对小飞哥真的没有任何的一个怎么讲恶意或者干嘛的，就是实话，他就是一个善良的人。其他的个人的私事我不太都过去了，真的完全都过去了吗？都过去了，这有什么呢？对吧？嗨，人无完人啊。我说我自己呢啊，没说你。反正现在咱都两岸一家亲了，对吧？对，两岸一家亲。什么时候回去？你跟我回去吗？我太忙了，最近。你们想要吃什么？我台里太熟了。真的吗？对，但你请我就不一样了。中国网友形容两人关系啊是由恨生爱，爱而不得。所以他真的就是跨越山海，只为了吃到爱心绝罗霸，是真爱了。我很怀疑葛之前一系列的操作都是为了得到汪。你俩在一起了，对不对呀？不舌吻实在说不过去吧？兰姐会承认这个儿媳妇吗？我折腾不起了，宝贝儿啊。